你有人要食意大利面无？清淡白酱番茄，全部拢无要食啦。三百二，新价钱我再甲你问口面一百落。新标钱我甲你问口面啊，一百块。一百块啊？来买啥物口味？好啊，买啥物口味？清酱来偌几块？要食啥物口味？啊？
两百个哦，鸡腿一百个手举起，最后这包一百上尾啊，大你买一百，鸡腿包，无啦，这摆是公车啊，最后这包一百上尾啊，最后这包一百上尾啊，开枪，这个先收掉，我那给钱的手举起，我那给钱的手举起。这有开一笔账未啊？鸡块都没啊，鸡块。
奇怪，要吃卖三百五百，这含肉率八十八呀。一包米啊，我两包五百，唔免啦，三百差不多一个三百，这两包我送你啊，最后一个百五无啦，我奇怪未了了啊。来包我听。来包袂啊。这啥物？恁家人要吃柠檬刺小腿？我摕这来就是拢卖甲春节，这拢关东乡的啊。这柠檬刺小腿拢等于真正的就好啊。这一包啊，就是内底鸡翅后壁伊鸡腿啊，你遐加点讲足香啊，等于烧花样，就这当食冰的啊。这本身全组给你高温杀菌啦，一包韩国米也无啊，两包韩国五百，两个出手了啊，全部拢无啊，一包无吃你给一包来，新客新名，两百了。来柠檬刺小腿上面吃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上面吃两百了啊，两百块，两百一百了啦，一百块啦，一百块试吃啊，一百块啊，一百块啦，一百块你试一下看嘛，一百块啊，一百块啊，来睇下去啊，摆着，摆边。这边楼上家这边住啊，啊，这个四位放，想要吃卖五百，卖四百，沙发上面吃三百块，沙发要吃无？这包搁送你沙发啊无？这包搁请你一个人去了啊，沙发上面吃三百块，四位放三百块，新价钱要无？这包搁你啊，四包啊，三百块上面吃三百块了啊，三百块，来百五块上面吃一百五了啊，百五，百五上面吃百五，百五上面吃一百五，百五上面吃百五。你们吃什么？你们吃什么？你们吃什么？这早就没了，各位买什么？各位吃什么？有要点餐吗？那家吃饼起来，各位吃什么？那家吃饼要吃两百了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八袋，你两百块了，两百够买来不？两百够买来不？快点！最后一个两百买来，我无一百嘛无。